我刚才在打电话，我说话，然后你们听不见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！我刚才手机都没拿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把电话挂了吗？还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。嗯。老肥了。应该是他男朋友给他打电话。真的吗？我靠！我刚才一直在说话，我说有车有车，拿完以后我手啊还没拿平板，哎呦。有六倍跟上级讲，六倍给你们带过来的。嗯。龙姐，我过去拿吧，我自己去。你直接去拿吧，不用还我了。不用还你，这给我急的。是你男朋友给你打的电话吗？啊、对，我查你的岗。他老烦人了，我一打游戏，然后他就给我发语音，可粘人了。可粘人了，我说我打游戏，你不喜欢那种粘人的吗？太粘人了。老给我发语音，我知道他一天能发八遍语音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跟着我一起玩。今天就知道打游戏。我说我不打游戏干嘛？原来他喜欢那种高冷的。简单的问题，他需要说吗？我不喜欢。他喜欢那种高冷的，我得。我现实。看来我得多和他说话才行。打游戏吗？打呀。那你能不跟他打？他太菜了吗？对他太菜了。他不能高冷起来的。不是圈的，坏了，老板坐龙，有车，我拿棒子给你们探路吧，走吧。要去哪里 ？B 站还是？打把房，打把房。OK， 拿枪先去。打把房，没踩人。没看到人，可以抢。哎呦！坏了！不搭理他，这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啊。哦，你看，没有。